昨晚又开了个25块的挂壁房，崔总又搞了好多饮料，还有花生美滋滋啊！看看崔总还在不在？崔总，还有气啊？准备起来了。哇，你这个八加一味道好重啊！扛不住了。先搞只压压惊啊，提提神。忽然缓不过来。哎呀，挂壁房标配洗发水，还有这个牙刷，先去刷个牙。崔总，来东莞第五天了，怎么说？再看一下，没有身份证。哦，你身份证又掉了？对啊。现在还有多少实力？昨天叫荷花卖了，然后叫荷花卖了，然后租个挂壁房。把那个小快乐卖了嘛？对啊。开了这个挂壁房，那就没得营救咯，身份证也没有。对。哦，喂，大哥，出来走一下。我们两个想了一下，挂壁房一天。25块一天，租一个月啊，也要700-800。商量一下，还是出来租个，想找租个长期的啊，租个200-300的嘛，一个月。这样的话就更加能稳得住，700-800还有点稳不住啊。对。你看昨天小快乐啊卖出去了，也只能顶一晚上，还要吃饭呢。所以说现在去找一下啊，看有没有便宜的挂壁房。又来到当初租那个瓦房的地方了，这些地方啊，感觉都要拆迁了，有点古老了。估计比我年纪还大，走吧，进去问一下。看了下有人租了，走吧。走了半天啊，人都没力气了。这个200-300的这个挂壁房没找到。就说你对这一块比较了解，你多去联系一下，看有没有合适的那个挂壁房。可以啊。好吧，不然真的稳不住呀、啊。你看你对吧？对。昨天差点又倒闭了。对。行吧，先去人力公司做一下。冷冷清清的人力公司啊，老板在不在？不在。不在吗？对啊。一个人都没有啊。那先坐一下吧，坐一下吧，等老板回来嘛。看了下这个工价，有21的、19、18的，最低16的，不知道这个工价算不算高了？奇怪了，躺在床上的时候一点不困，一出来走一圈就困了。